之后我们还他还带我们去乌来去玩水烤肉，然后去游泳。真的很糊涂哎、欸！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我已经怀孕两个月。妹妹啊，是外号叫孙波妞。那女儿对这个即将来的妹妹有什么看法？其实我最后跟她联络的时候，她知道没有那么久了，你自己出去常跟她碰面。可是后来现在不能联络了嘛，我也不晓得是一个，就是我妈妈有一天就打电话，就打电话去，后来就她的奶奶接的嘛，就接电话，然后说你们以后不要再打电话来找她，对，然后后来我妈妈就问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子，然后其实我们都觉得这样是一个很不公平，而且觉得不是很健康啦。我们最终是不希望孩子受到伤害嘛，因为如果说走法律途径的话，对孩子会受伤害，我不希望是这样子。那我现在很幸福，我这样的老公这么好，那么疼我，那么爱我，又懂事，虽然他年纪比我小，他很多次要背我要抱我都拒绝，我说我很胖，不会啦，他都很安慰我，他就是。不会，但是我觉得我很重。他是那个让我为什么会那么开心又快乐的事，他完全不会嫌我胖这件事。他说你胖了还是很漂亮，你如果再胖下去还是怎么样，我还是很爱你。所以这个对他来讲没有差别，所以我也是很快乐的这样子。很快乐的胖。对，就很快乐，很快乐的胖的很有自信。